反正就是添加剂。好，大骨。诱惑，都是一样的基本。大叔们看到镜头有点晃，哈哈哈哈哈。好晃啊，很好。哎呦，今天晚吧，下午吧。对，可以，大碗。好的。猪小肠多少钱一斤呢？猪小肠四十五。四十五。全部是小的，其他的全部是小的，其他的。这是重点特色的黄瓜、海带什么的。猪小肠，过来这个吃不了了，别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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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再沉淀着呢。我们又在安徽定远痛饮，又痛饮，又在安徽定远痛饮吧。我干了你这，对，我干了你这一。这人是讲不过。来，我干了你这一。要搞牛肉，要搞到丰富就好了。粉丝嘛，他们的人的粉丝会有的，粉丝会有的。来喝两杯吧，有真的喝两杯，两杯两杯，只能分一个酒量，对，一个酒，来，好好，两杯两杯，欢迎你们来订阅，好好，喝杯，我来拿，你们喝两杯，我们喝三杯，不是吗？